只是妹妹要千万小心，不要被那萧白发现了身份。看来他果真是上官秋月，可他并不像绿珠说的那样。难道大家都没见过他？说就说呗，动什么手啊？被人看见多不好。谁看见？嗯。那把他的眼睛挖了，不就看不见了？哥哥，你也太血腥了吧！他方才出手伤你，还擅自打扰你我兄妹团聚。老规矩，别见血，别吓着我家小春花。等一下，生命就只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留下他这双眼睛吧，啊！方才哥哥说那个什么心法，我可以帮你偷，你放他一马吧。那怎么行？本来就不会武功，之前还差点丢了性命，你还是跟我回千月洞吧。哥哥。也好，我的小春花心地善良，那我这次就饶他一命。你的眼睛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谢尊主，谢姑娘。只是妹妹要千万小心，不要被那萧白发现了身份，否则的话，被他发现会怎么样？那就休怪哥哥无情了。姑娘，你刚刚是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我刚才是在练声呢，这是我的日常爱好，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段？咪咪咪妈妈妈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春花姑娘，还是赶紧随我回山庄吧。嗯，好的。这会儿倒像是有了轻功的样子哦。